OK了，OK了，OK了。仨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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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第一个高圆圆，高圆圆，高圆圆。这是给秦霄贤送的分儿啊，高圆圆对不对 ？OK 了 ，OK 了，对了啊，加了付费啊。来了啊。四个字，玉哥干嘛呢？他俩跑这玩琴去了。Hello，it's me。四个字趴下了。翻滚。满地打滚儿。匍匐前进。匍匐。匍匐前进。匍匐前进。也不是。连滚带爬。连。哦，连滚带爬啊！我答对了是吗？对，就你完了，你我跟你说吧。看来我们不能老给你们提醒，答都俩都我。别着急，一会儿他们还给你捣乱呢。一报还一报。完了，坏了，坏了！他俩没看懂，几个字都不好说。坏了，他俩都不会形容这个，几个字儿？仨字儿？四个字儿？五个字儿？五个字儿啊？岳哥，这是要出来，来蹬他一把。哦，哎呦，哦、好轻盈，五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像是凤。来搅，来搅和来了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手背，手背，皮皮，脸皮，手笑笑，皮笑肉不笑。皮笑肉不笑啊，真是啊、哦、，cool。他们为啥知道的？听得见，听得见是吧？听不见。哎，那他们怎么？皮笑肉不笑，他们怎么能？对他们俩看你嘴型。皮笑肉不笑。皮笑肉不笑，这个真挺难的，他无法做表情啊。没有了，上去吧。对，你可以上去了。你走吧。他不走，哎，不走，我看。我们走了。你不走，我们怎么吃饭去了啊？让他玩吧，玩吧啊。那我们刚刚得了多少分啊？你们一共答对了三道题，15岁，厉害啊！那咱都能18岁了，开心。对呀，啥玩意儿？哎，那个我们正好在外边带着孩子们做节目呢啊，然后这聊闲天，他特别喜欢你。人家跟你说小亲你好呢，怎么样，兄弟？好激动啊！圆圆姐，我马上要开箱了，能过来看我演出吗？好开心啊！人家说了，哈哈，好。哎哎，他说必须去。回来我把你们推一下吧，你们聊吧，别拿我手机聊了啊。推给你，你们加上得了啊。这是假圆圆是吧？这不是高圆圆，是假圆圆。这是。通过了。姜。啊，在这儿呢。姜。太开心了，好开心啊！哎呀，你那个作死的样子，哎呀，太甜了。哎，来了！外甥游的还不错。嘿，我外甥可以啊！就冲他这状态，应该给他搁青年队去。他到底好是不好啊？这行，我外甥来了。下来的还挺快。那边是谁？是小月吗？嗯。他们又来了。这怎么又来了？这个我们看腻了，这个换一个。能不能换一条？小月是跑这过瘾来了，不是吧？他之前下过，他有这瘾是吧？哎呦我的天爷！我磕屁股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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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太磕着了！哎，好漂亮！哎，好，来人了，来了。
高圆圆，没有高圆圆，哪有他？四个字儿，我说摄像，摄像大机，摄像大机。对了对了对了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哎，还谢谢呢，啊，真客气，嗯。四个字儿。下台鞠躬，口吐莲花，对对对，哦，口吐莲花。对了，他喷水了。月哥干嘛呢？月哥，小月不是来干活来，就是来玩来了。你一个忙都没帮，你他进来玩了，你干嘛来了你？四个字，到我这都是四个字的啊，过分了、啊。看着他，看着，四个字啊，嗯，他啊，连打带踹，不是武术捧哏。就咱这窜，他跟张九龄呗。啊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哎呀，老有这个。哎，行行，高兴就高兴了，上去吧。今天首先要恭喜我外甥王九龙，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卖鱼啊，今天呢终于到了冷库里边了啊，好玩吗？好玩啊。云鹏，哎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哎，太好了，说的我都想进去跟你们玩会儿去了啊。下次等你签大来，我带他一块儿去，我带他逮那海龟去啊。那个刚才这个两组分数还是不错的，一共呢是每队加上15岁。哇哦，15岁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这个先说王九龙，你们这边啊，啊，你跟谁一队来着？我跟饼哥是一队。你跟小饼哥上这边来，俩人挨着站。你们这个15岁，俩人怎么分？我17，他15，我是我那没拿，忘拿了，我15。哦哦哦哦哦，你们这边也得到了15岁。对，你们这个谁是哥哥？我们也怎么分都够。他是哥哥。哦，也都够了。对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哥哥是不能拿分的。他俩谁是哥哥呀？那现在就是我是哥哥了。我们俩现在是他是哥哥呀。那我让王九龙成年，你成年去吧。行了，那成功了啊。那你们这现在你们仨里边谁最大？我最大，我最大。对，你最大，你把这15分匀给他们俩。好。